炒冰蛋神的锅简直就是海纳百川，不管啥玩意儿都放进去炒。你瞧，做饭剩余的一点小米椒放进锅中，加点酸奶，一顿爆炒竟也变成了一份美味的冰淇淋。这不，今天又秉着万物皆可炒的理念，想用双倍辣的火鸡面制作冰淇淋，想法一出那就是干。首先将面饼煮好，再把调料包倒进去搅拌搅拌，瞧瞧这火红的外表，简直隔着屏幕都感觉辣得慌。随后将其倒在炒冰机上，加入一大瓶酸奶后，便拿起镐刀咔咔一顿狂切，没一会儿面条就变得稀巴烂，时不时还翻炒几下去，使其与酸奶成分混合，随后均匀地平铺在锅面上。看着这粘稠拉丝的样子也是有点恶心，烘烤一番后再推成一个个的小卷，接着装入盒子里，再来点火鸡面装饰一番，一份火鸡面炒冰就吃锅啦，就不知一口下去会不会喷火啦。视频的最后我们来玩个游戏，一直没看到大结局却播了几十年的电视剧是什么？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